别碰！别碰！别吓跑！不就是个勺子吗？你不懂，这是水晶鞋。政府集团拥有百分之四十四的股份，陆敬先生为新任的董事长。请你们给我一个解释。对不起，别跟我说对不起。你讨厌别人跟我说对不起。站住！这个是你刚干的吧？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他认出我了，他没有。你现在很被动，你需要被动变主动。如果你喜欢射箭的话，我可以去练。如果你喜欢拍照，我也可以去学，但你能不能不要再跟别人约会了？我陪你。我们要约会了？我很庆幸自己没走成，庆幸因为你，我也有了那么多亲戚。陆总，你生意遍天下，怎么可能一直陪在他身边？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，你比我更能给他幸福，是吗？是的。你不能。我能。你不能。我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那个顾少能爱我，她是我的女人。饮食男女，食色性也。哎。